近日，成都地铁发布了一条网友制作的方言报站视频，引发关注，内容十分的生动有趣，网友纷纷表示期待成都地铁早日开通方言报站。欢迎乘坐成都地铁，本次列车终点站为成都医学院。列车运行中，请站稳站好，前方到站皎角石南路。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，下车时请注意车厢与站台之间的缝缝。